说他自己很喜欢，但是张国荣就立刻叫了服务生来，就说以后马蜂窝的所有的单都记在他自己的这个，记在张国荣的账下。所以马蜂窝特别感动。其实这是张国荣生活中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生活插曲，可是呢能反射出来的一个特别珍贵的品质，就是珍爱身边的人，无论是亲人、恋人还是朋友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选了一首歌，接下来为大家演奏。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这首歌，说世上无歌，就是说世上没有别的歌，唯有这一首。因为只有这一首呢，它会叫人听得心灵柔软，也因为这一首，只有在夜深歌者和听众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。